林口老公旗步道的油桐花开花，许多山头一片白茫茫的景色，步道上桐花铺成浪漫雪景，相当迷人。公所也邀请民众前来步道，一同欣赏这美丽的景色。在春夏交替之际，桐花满山片，也绽放一朵朵白皙娇柔的油桐花，缤纷盛开在树上，为翠绿的山区添上新装。林口的老公旗步道每年到了四月，正值油桐花盛开的时候，抬头望去，白茫茫一片，相当美丽。在林口地区呢，每年四五月份都会进入我们油桐花盛开的季节。那在这个盛开的季节呢，我们片这个满片的这个白皙啊，娇柔的油桐花都非常的柔美。廖武辉局长指出，到了五月，民众若走在老公旗步道上，片片油桐花飘落，如雪花纷飞般，景色美不胜收。那可以看到，整片的油桐花盛开是非常之美，也欢迎呢，大家呢可以来这边呢，亲子健走，也可以来这边呢，运动，看看油桐花的美景。林口的桐花已经开花了，许多山头一片白茫茫景色，步道上桐花铺成的浪漫雪景相当迷人。公所邀请您前来老公仔旗头步道，一同欣赏这美丽的景色。记者胡宣，林口采访报道。